果酱侯美丽。号称影剧圈毒舌派掌门的侯美丽是金牌经纪人，虽然有话直说的个性得罪不少人，但她挑选艺人的精准度无人能出其右。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，她抚养父母与偿还她那无良弟弟在外欠债的经济重担，风光如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月光族。直到那浑厚未经修饰的歌声从麦克风传出，让美丽聚焦选中了她。美丽自信且狂妄的发下豪语，绝对会将她打造为亚洲天王。此时美丽那不告而别的初恋情人，拥有国际连锁红酒大中华区代理权，洽谈要找美秀旗下艺人拍摄广告。美丽与男艺人隐约感觉到有些暧昧的情愫，而面对初恋情人的支持，美丽该往哪一个方向跨出她人生中最困难、最重要也最幸福的一步呢？